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日头条 at the Espresso， 我是 Catherine 笑。今天是2022年3月18号，星期五。好的，我们的头条呢来自金融时报 FT，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日头条一，俄乌战争背景下，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博弈。俄乌战争背景下，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博弈。好，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背景的意思呢是 background 或者是 context。 那俄乌，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不对？俄乌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war。 下在什么什么下， in the context of 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r in the background of， but in Chinese the preposition we say 下。中美之间 so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不是 not， 然后这个是一个新的词语 new word， 零和博弈 zero sum game。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俄乌战争背景下，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博弈啊，这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的一个看法，你看看你同意不同意。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日头条二，英国财相警告欧盟禁运俄能源会使英国损失700亿英镑。英国财相警告欧盟禁运俄能源会使英国损失700亿英镑。好，英国财相，那我们知道苏纳这位先生啊，他就是英国财相。那英国财相怎么样呢？警告 to warn 欧盟 European Union 禁运。 So in Chinese here is a verb 禁运 or noun embargo 俄能源 energy。 那俄能源这个俄 again Russian俄罗斯能源会 indicate possibility future right 使 make 啊 will cause 英国损失 to lose 700亿英镑。 so 700亿，那这个是 70 billion。 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英国财相警告欧盟禁运俄能源会使英国损失700亿英镑。好，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词呢就是损失。那损是指 damage 的意思啊 ，damage。然后呢，失 to lose something， 所以呢，损失 together loss。好，我们来看一下汉字怎么写。这个就是今天的词汇损失。好的，谢谢大家观看今日头条 at the Espresso。 今天是2022年3月18号星期五，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